你好，对于江苏羚羊新能源，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和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江苏羚羊新能源有限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，那么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呢，我们在2006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。那么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最大的股东方呢是一家瑞士的能源方面的投资公司，它的占到34.7%的股份。那么硕分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组件供应商应该是前五位吧，排名前五位。然后我们现在总的一个生产链是从多晶硅拉棒，然后多晶硅切片，然后那个电池片，然后电池组件，然后那个系统集成，是整个是这样。然后目前我们总的产能呢，我们是组件的产能是600个兆瓦，然后电池片的产能是在450个兆瓦。那这次参展的主要产品有哪些呢？这次参展呢，是我们目前所有拿到韩国组件认证的产品，包括我们现在有推出我们一个新的，就是BIPV 那个产品，就是那个 glass to glass 的那个产品。硕乐凤呢是中国第一家拿到韩国认证的中国公司，我们是在2008年就拿到韩国认证了，那么目前也可以讲是拿到韩国认证最多的一家公司。那么在去年我们总的在韩国市场的销售量是超过10个兆瓦，那么今年我们希望能够也是维持在这个水平，因为韩国这个市场对硕乐凤来讲已经很成熟了，我们有我们的销售代理商、销售分销商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分公司，所以说这个市场对硕乐凤来讲应该是相当成熟。那我们也很有希望、很有信心，在未来的新的能源政策前提下，做出我们自己的新的成绩吧。